气都用完了，真知该打烊了，眼睛有点渴，心里空空的。我懂你在意的，你知道我要的，那究竟我们在吵什么？发生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进行做？你根本就不是我认识的雷子清。不管我是不是病，我都不可能让你满意，让你崇拜我，让你死心塌地爱我，因为我不是土匪。两个人之中，我选择的是你，你才是我的丈夫。